我即个无人看了，讲先生，你忙还忙，混还混，你发难难做伊讲，虽然无人看了，但是你忙混嘛，听起都奇怪。我怀疑讲你是到上凤山，唔是开车卖菜，可能是做西工的吼。诶、欸，那边就加看忙，那边就忙混，所以闽南话咧倒怪怪啊。我超级惊着啊！但我无得负责哦。闽南都观察啊，空气都稀薄。诶、欸，你若小可较勤奋的话，咪有小可袂啊。动作较大咧，强壮的，啊，体力比较喘啊，听了解无？闽南穿空气稀薄啊，所以你若了啊动作较大的话，还是像飞着个浪头啊，就会喘啊。啊，所以你高山闽南比较。不会喘啊，重要的。那姑娘。咱这边那观察就是豆豆来着啊，把妈妈示范光景，安尼了解吼。过着桥啊，车啊，阮这小车比阮较细台，拢叫有开。因来山区开车拢做慢的，唔敢开，无熟，所以拢叫有开。大货车啊，大乌龟啊，啊，安尼啦，恁坐游览车叫观光船啊，船啊，船啊。啊！那菜菜叫菜船啊，菜船。啊！再加水车叫船啊。啊！那个南马空车有啊，有半桶的车啊，叫干洛，啊无地球，夜车嘛，啊空的车有啊。啊！这我拢个叫南投有啊，南投可以啦，我拢叫南投。再有人叫别种车。这拢是啊，啊！加机车叫风火轮，风火轮。啊啊！骑脚踏车叫空明车，不是小蚂蚁。啊啊！人伫路边行叫顽皮豹，因为伊当时要甲你撞坏，唔知，所以叫顽皮豹。无线电视已经加固的关系啊，